没最后会讲完，那过两天讲，明天讲啊。啊，讲完之后你再有人过来去。那个咱们那个啤酒广场这不昨天开完业了吗？十七号我大安医院十八号把那账给结了，然后今天过来结账，一共是三个月。啊，从三月份。42,440。我给他潘医生给你转了。嗯，行。咱们那个前段时间不卖那个狗粮吗？云头杯狗粮，然后10,000多块钱，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清华的一个姐帮我的钱，还有一个香港的姐姐，然后这个钱我就用这个钱结账了。清了啊，然后是我给你转了42,240，40免了，然后咱们医院的账就结清了。然后咱们前段时间不救一个那个骨折那个小狗吗？那小狗走了，那小狗特别特别严重，它那个肺腔里面就胃挤到肺腔，然后失血特别多。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讲的啊，一个是隔疝，隔肌破了，然后胃啊、肝呐、还有肠道都跑到那个胸腔里面了，然后还有一个骨盆粉碎骨折，还有股骨颈那一骨折，手术给他做了，做完手术后也没挺住，他挺过一天就能活下来，没挺过来，所以说救助没有那么一番风声。我跟你们讲一句，我们也努力了，也就有钱也花了，但是实在没有留挽留他性命，就是这样。这事儿就结束了，所以说你们无论上我那去新华站啤酒广场消费也好，上蒙古包消费也好，或者你们来直播间买狗粮也好，我因为这个狗你们关注我，你们把这个信任我，我也会把这个钱再花到这个狗身上，因为救助流浪狗不只是花这点钱，很多的费用，还有员工那个费用，狗的生活开销等等等等太多了，就是维持生活。这猫能啊，这个猫有一天咱们晚上救的，在那个这个中学对面呢，那时候下雨完了，那个身上包的都是那个泥泞，眼睛没一个，现在瘫着呢，这得将近俩月。这就咱们现在这几个医院的，这个猫出院了之后，咱们医院的钱都结清了，多少钱？3,866,3,866。打完折没打折呢？打完折，没打折多少钱呢？6,000多。这个猫，从几月份到几月份呢？看一下啊，他一共是治了一个那什么，就来时那个休克，治了一个猫瘟，完了做了一个手术。这猫有猫瘟呢？啊，期间有个猫瘟，5月14号开始的。5月14号。6月20号，一个月零7天的。现在咱们就医院的差不多了，这两天医院费用结了50,000，还有那个医院还有个4,000多，也是一个猫，这一个猫治一个猫就是4,000多打点，我实在我真我承受不了了，我这猫我。